不熟历史课送给你们。说天道地论古今，外界需要澄清。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。着了魔，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战将已无数，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问三英哪几位？关羽、张飞和刘备，三人成行又到地，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震谷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笑语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舍。梁山好汉仗风那，敌住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外唱。入云龙，关孙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。莫夜叉孙二娘，就爱欺负喜羊羊。青面兽是杨志，断断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露着身，带着链子开大奔。炎炎罗染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。小旋风是柴进，坐地铁玩微信。这个屌丝真给劲儿啊，青龙白虎身上印。同伙金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。爱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。蒲殿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教未定国，为了金钱也全裸。跳涧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。九尾龟陶宗旺，身宽体阔非常胖，随时随地把皮放，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部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。小凡昨天受了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再来惹我就开枪。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跪下叫我凡大人。谁要再敢欺负他，他就把谁带回家，谁在公屏榜花刷，我们助谁把财发。